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，差不多一样。再见。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这是《速度与激情九》。It's about.Put in the work, put in the hours, and take what's ours.